大家好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录制视频，很紧张，很激动，做得不好，请多包涵。但最终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帮助朋友们。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武器就是 AI。我的频道里大部分都是使用的 AI 创作的视频。我曾经发起投票，询问朋友们有多少人想了解我是怎么制作视频的，结果有 87% 的朋友有这个需求。今天正好我有时间，所以做了这个视频。其实我的视频制作很简单，就是用了几个工具。我把要讲的故事分成自然段，写在文档里。这些都是可以创建图片的文字描述。我们现在先创建第一张图片，复制第一段文字描述，然后打开 chatgpt 页面，把文字粘贴到输入框，等待几秒钟。我等的时间比较长，中间等待的时间减掉了。ChatGPT 会帮你生成第一张图片。如果你觉得图片不符合要求，你可以编辑图片或者重新生成，最后把图片保存到本地。接下来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生成第二张图片。当你利用 AI 创建完所有的图片后，就开始进行视频剪辑。打开视频剪辑软件，导入图片，添加转场动画，你可以添加很多特效，然后再添加音频。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音乐。最后是导出视频。恭喜你完成了你的第一个视频，视频做得很仓促，有点烂，朋友们不要介意啊，希望真的能帮到大家。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会竭尽所能回答大家的问题。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分享和订阅啊。